我先甲所有院长甲你核实咧，浮现不利，做歹势。但我还是要承诺，我在竞选场合中说，苏院长如果没有上，我将辞去新北市主委，我必一定会辞去新北市主委。那不是一定要，但也很感谢这一次新北市的所有市民，那么给我们民进党，也给苏院长这么多的这个加油跟打气，虽然输了，但是我们一定会汲取教训。我希望我们自己民进党也要检讨，为什么全台湾会输得这么惨？是不是不符合民意？那你就要符合民意，民意希望什么，你就要去做什么。我要感谢我们所有新北市的市民，谢谢你们这选举以来对我们的支持，谢谢你们。谢谢所有党公子哈，感谢各位督导，这一阵让你们很辛苦，谢谢大家付出帮忙，感谢。